家好，我是豆酱。陈丹呢？今天我们两个要开箱我们在 Nitoli 买的东西。你拍拍这么呢？我们两个都是在 Nitoli 网购上面买的，所以它都是一些比较小的东西。但是送来这么多。我呢，どれ買ったか何買ったか覚えてないの。哦，全部注文成功了，是。难得送来这么多东西，就要拍给大家看啊！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小箱开始好了。叫瓶、ガラス、陶器、割れ物注意。这里有写瓶、玻璃跟陶器，所以我猜这个应该是我买的碗之类的。因为我现在迷上做菜的关系，所以我就上网买了非常多的食器。然后这里跟大家讲个，我觉得日本这种宅急便啊非常贴心的，就是他们会贴上这个很大张的贴纸，那这种就是会写着住址对你的名字嘛。因为日本非常重视个人情报，所以他们这个非常贴心的，一撕就可以把它撕开，我撕给你们看。你们看这个，这样一撕就可以撕掉了，这样你的个人情报就不会暴露。下面还有一张，所以要撕两张，因为他们的纸箱都要回收，回收的时候很害怕被别人看到自己的名字跟住址，所以他们发明了这个。我的名字何入ってるのわかんないんだよね。届くのちょっと時間かかった。あれが逆に楽しみだね。そうそうそう。あ、なんかいろいろ入ってる。对，里面不知道有什么。なんだろう。好小心，包好多层哦。他们先用这个包，然后又用这个包。哒哒。啊，我摸到有里得盖呢。你们看这种材质就很适合放那种合适的一条鱼啊、秋刀鱼什么的。还有一盒看起来一样，哎，这一大箱里面放这两个，我灾难。我拿去摸的话呢，有次看见在地上这个。那个放着呢。我放着呢。あ、でもなんか似てるよ。あれ？二つしか買ってない気がするんだけど。別の種類買ったんじゃない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子，就有时候买东西都忘记自己买什么。色違うだけかな。あ、色が違うんだ。私とブーちゃん二人分だから二個買った。まあでもなんかこれ朝ごはんの卵焼きとか塗ってそう。对，卵焼きこれダメなの？こっちの意味。你们看，我买了两种不同的瓷器。でもこんなでかい箱四つしか入ってない。もっと俺でかいも入ってると思う。对呢，这个应该看到是什么了。我的脑壳四个分ぐらい。砰砰砰砰，編集で入れた。你可不可以不要指使我的剪辑师？我觉得这应该是地毯。那别做了，别做。我们上次去伊德利的时候就有看我们想要那个地毯，可是它不是一张的，像草坪那样子拼，它是这样子一块一块拼成的。然后因为我们想说都用同一种颜色有点无聊，所以我们还另外买了几种颜色。白っぽいのと黒っぽいのと。緑も入ってると思う。灰色っぽいのを買ったのかな。我们还买了白色。これあと四つ並べてみようよ。大きさ測って4×6の24。前使ったらちょうどいいような感じを俺計算した気がするもん。对，因为文章做建筑嘛，所以他对这些就很了解。然后我们就去拿那个卷尺这样子量这个长度。然后第三个颜色是摩卡色。那把移动画放到哪？镜头。最后一个颜色，那个 middle 的 color 是青っぽいやつじゃなかった？啊，確かに青っぽいかもね。浅粉红色。二人とも違ったね。青と緑。なんでなんだ？对啊。どう？哦，おしゃれじゃん。大家看得到吗？どう？なんか綺麗。我見て。很漂亮哎。漂亮。对我，但是文章的脸只剩一半。これを組み合わせてね、綺麗にします。あ、いい色合いだね。なんか楽しみ。ね。しかもこれさ、裏にさ、ゴムがついててさ、滑らないようになってる。ああ、そうなんだ。ほら。本当的。便宜じゃないよ。我们刚才发现它掉超多毛的，果然比较便宜的东西比较容易掉毛，可是颜色很漂亮啦。接下来我们开这个超级轻的。軽すぎて俺不安なんだけど。まだ什么？なんか入ってる。何入ってんの？何も入ってないんじゃない？あれ？ああ。あれこれだけ？キッチンタイマー。キッチンタイマーでこれ？啊，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的东西不是全部一次送到，是分很多次，然后这个计时器就跟旁边那个一起送到，所以他一个计时器就装这么大一个。すごいね、豪華だね。这也是做菜用的计时器，因为最近我喜欢做菜，我就买了这个。真的？这个也是我们两个在Nito里看到一见钟情直接买下来的东西。みんな何も見えてないよ。对不起大家，我们两个刚才用心在开这个。ほら。噔噔，看得到吗？它是植物，你们看。这个是假的哦，这个我们要放在客厅。こんな感じで。对，然后下面我记得我们还要买个比较大一点的盆栽。トトロみたい。文章最喜欢龙猫了。然后是这两个最大箱的来了。来了。我们买个放在马桶盖上面的垫子。噔噔。我呢，聞いてないんだけど。どこに使う？まだ考えてない。考えてから買いな。トイレ？这个白色的地方是纸的材质，然后这边是木头，很漂亮。いい感じ。目が合うでしょ。目が合うでしょ。これも買った。对，烹饪用的厨房手套。え、二個入ってると思った。片方だけしか使わないでしょ。我以为是两只手，这样一起拿个东西出来。哎，举好好喽。好。こんにちは。出た。
因为这个植物它本来附的那个盆栽小小的，这整体平衡没有那么好，所以我们就照妮蔻你的建议买了一个白色的，就果然比较好看。我买了一个北极熊的脚踏垫，因为跟刚才那个马桶盖的垫子它没有一套的，我想说蓝色跟北极熊应该都是北极的感觉吧，我就买了。这个背面也是有防滑的材质，因为日本在吃饭的时候都在下面垫一个这个垫子，是我之前Share House那个日本的爸爸跟我说的。然后我想说，我跟文丹不要买同的颜色。我了解。嗯，わざと違う色にした。噠噠，ゴミ箱。这个是我们寝室用的垃圾桶，因为我们家现在只有一个垃圾桶，然后每次要丢垃圾都要跑到别的地方去丢，很不方便。好棒哦！好棒。然后我买了一个砧板，这个也是木头的，因为我很喜欢这种木头的颜色，所以我就想要把我们用的东西都改成这种木头的。こんなまな板俺見たことないよ。材質がヒノキ使ってんですよねこれ。接下来这个是坐垫，因为我们两个在妮蔻里买那个吃饭用的桌子跟椅子，那椅子的话就怕坐久了屁股会痛，所以我们就另外买了这种椅垫。我们两个是买四个人坐的椅子跟桌子，想说可能会有客人来。いいねこれは気持ちいいね。对，気持ちいいね。我们还买了一个这个小的垃圾桶，因为我们的洗手台跟浴室那里又是一个房间，丢垃圾就很麻烦，像蚊帐那长隐形眼镜拿就放在那都不会丢掉。然后我每天都在捡那些隐形眼镜，还怕踩到，好恐怖哦。然后接下来是这个，这个也是我为了做菜买的。其实我本来也不觉得这个是必要的啦，可是因为我之前回台湾的时候有跟 Tiffany 他们去做蛋糕，然后就发现哎呦这个超方便的，你才可以完全的按照食谱做出那个料理。我想说难得要买一点这个，一起买了。这个也是为了我跟蚊帐吃饭时候用的。ご飯来ましたの感じで。めっちゃいいの買ってんじゃん。这种托盘啊，这里就可以放鱼啊什么的，然后这边再放味噌汤跟碗这样子。可能我买了一个围裙，超级三八的，长这样，之后再穿给你们看。我还买了一个这个是放马克杯的，因为放在那边就感觉很时尚。マグカップのあの取っ手の部分をかけるんだ。嗯，おしゃれじゃん。哦，おしゃれだね。そしてね、一番おしゃれはこれなんだよ。你们猜这个是什么东西？なんだろうこれ。これティッシュ置くやつ。这个是放厨房纸的，这是锅子的四点 set， 它有两个锅子跟两个锅盖这样子。然后是这个，噔噔，たまご焼きの。因为日本人很爱吃玉子烧嘛，他们就有专门做这种用来做玉子烧的平底锅。因为文章很会做玉子烧，所以文章就要教我做。これめっちゃ得意だよ。これ俺が最初に覚えたのがたまご焼きだから作ってあげるよ。然后是这个。すき焼き鍋。哦。因为文章很喜欢吃寿喜烧，那如果用一般那种锅子弄寿喜烧的话，就没有那个氛围，有点太深了。就想说买一个寿喜烧锅好了，然后如果朋友来可以一起吃。文章好像发现那个玉子烧平底锅的小诀窍。こうしながら。哇。何のためにこう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の？収納するときとか。啊。普段使うときはこれで、収納するときは。哦，好方便哦！ね、いいね。玩这种开箱的东西就是要边玩给大家看，不然都不知道它其实有一些机关在里面。然后最后是这一个，可能伸缩纳克，因为我们厨房有个储藏柜，它就是一个很大的空间。我看日本的妈妈他们都是有买这种伸缩棒来收纳这些锅子啊什么的，所以我就用用看，学他们这样。でもいろいろなんか取り外しとかできて。对，可以用着很多种方式，我之后再弄给大家看。哇，对哦。我之后再弄给大家看。好，那以上的就是我们买的所有的东西啦。結構簡単欸。因为都是我在买，所以其实文章根本不知道我到底买了多少东西。ちょっと俺びっくりしたぐらい買ってるよるじゃん。いやこれでね、新しい新生活が始まりますね。ようやく始まった気がする。其实我们两个已经来熊本一段时间了啦，可是因为家具还有这些小东西都没送到，其实家具还要更久。家具应该是3月中3月底那时候才会送到，就很多人都说想要看我们拍轮子啊，那我也是蛮想拍的，可是因为东西都还没到，所以真的没办法拍。等到我们之后东西都来了，我们放完之后，我们就会拍给大家看。因为其实也蛮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的家到底变怎样，因为现在家比我们之前住的家真的大蛮多的，就觉得更好玩，很多东西可以给大家看。好，那这影片就先到今天这样啦。でもさ、なんかこういうの買うとさ、段ボールとかいろんなゴミがすごい多いね。片付けるのが大変。文章突然讲的好现实的问题，我们现在开完就要整理了。那我们先去整理啦，大家再见，晚安。晚安，拜拜。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我们去收咯，再见，拜拜，下次见。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。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。